家好，我是艾莉。今天跟我一起玩的玩具是，哒哒，噼里啪啦的化妆师玩具。那么，我们一起玩吧。哦，在里面呢有什么呀？哦，哇，漂亮的公主。哦，这是什么旅行包吗？咦，好像是旅行包一样。不过不是，这个是公主的啊。然后呢，这里有能画画的公主们呐，多罗西、西欧，哦啊，有好多呢。一会儿艾莉选一个，然后要画画的啊。很多很多漂亮的啦，有这个六个颜色的颜色铅笔，哇，然后有像眼影，这个不是擦这里的，不是的，哇，这个好漂亮啊，有这个也有六个颜色的。然后呢，这里有很多很多啊！艾莉，快点呀，看一下，试一下，试一下。那么，这个先不要了。啊，这里，艾莉，要哪个？哦，朋友们，怎么办？都好漂亮哦。艾莉，要哪个？要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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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想，艾莉决定了，艾莉要画这个啊！好了好了，那先把要画这个头发的颜色。艾莉是喜欢黄色，所以头发要弄黄色。抱一下，哇哈哈哈哈哈！你相信我吧，我呢，是一个很有名的化妆师，所以我要变成你一名很漂漂亮亮的公主。你等一下哦，好，开始啦，开始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然后呢？还有什么呢？在这里呢？擦什么颜色好啊？想一想，想，紫色还是蓝色？紫色还是蓝色？两个都弄吧。这次呢？艾莉要弄这个。哇哦，艾莉做的真好啊！艾莉擦颜色的真的好棒哦，好漂亮哦！这次是要蓝色，蓝色。呵，这两个颜色一样哦，对吧？啊哈，颜色一样。哇！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啦，这里再擦一下绿的，保修保修。好啦好啦好啦，然后呢，在这里是用这个亮粉，来亮粉，好啦好啦好啦，蓝色眼睛，蓝色眼睛，好，这样，看一
吧。嗯？然后，嗯，啊，艾莉要我弄这里腮红，腮红，沾点水，要红色，红色来。嗯，在这里，腮红啦！哇，艾莉做的完成了，大家看看，好棒吧？哦，艾莉啊，不过，哦，我有一点缺点呢。哦，我要一些小装饰品呢。啊，什么？啊，艾莉有方法的，稍等一下哦。哼哼哼哼，真真有很多的。嗯，你要，耳朵，耳朵。哦，好了好了，你要。耳朵，啦啦啦！对，这个，哈哈，完成了，真的完成了！你可能一定会喜欢的，给朋友们看看，真的，怎么样？好漂亮吧？看看，哇！真的好漂亮，对吧？啊，艾莉，哦，我好喜欢，很喜欢哦。啊，艾莉，真的谢谢啦，我真的是变成一个公主了。哦，我很喜欢艾莉啊。啊，是吗？你喜欢吗？你满意吗？我给你化妆的这个。哦，我真的很喜欢。好好了，你也喜欢，我也喜欢，我们两个人都喜欢，好玩啦！朋友们，今天跟我一起玩的玩具怎么样？有意思吗？那么艾莉下次还会带来更有意思的玩具跟大家见面，再见。